花 1.7 亿建造的巨型关公像，结果又投入 1.55 亿搬走，究竟是谁的责任？在荆州建造的巨型关公雕像花了一笔巨额资金，将近 1.7 亿来建造，结果没想到又花了 1.55 亿将其拆卸搬走，这简直就是纯纯的浪费。为什么要将这座关公像搬走呢？这件事应该谁来负责和吸取教训呢？关公像拆迁也是一个巨大的项目，拆迁后光是异地组装就投资了4000万元，它还有个项目名称叫做像体铜片拆解及异地组装，而搬移花的钱最多，总投资为 1.55 亿。在去年10月8号，荆州巨型关公像被住建部通报，要求其做出整改，听起来像是一个大新闻，但实际上这座巨型关公像被认定为违规的消息早就传达下来了，而且要求其搬移整座雕像的公示也很早就提前通知了。这么大一笔钱就这样白白浪费了吗？要是投入民生领域不知道有多香，但建都建好了，要求搬走的决定会不会不太妥当？虽然有人认为关公像的确违规，可是都已经建好了并能正常运营，还不如特事特办，不动这个雕像。但是也不是说不进行处罚，直接追责也不是不可以的。因此从经济层面来看，这样做会更加划算一点。而关公像违规的原因就是以其对于古城风貌和历史文脉产生严重的影响。只看关公像的确是很合算，但是再看公共整体上，说到底还是亏了。而且要是这样处理，就会给其他人更多的趁人之危的机会。因为原本是违规建成的雕像，假如单纯因为已经建好放弃不拆，那么这就会起到一个不好的带动作用。有些人就会抱着冲关成功建好雕像，顶多在别的方面责罚的侥幸心理，这显然不利于对于城市长期稳定的管理。责任到底在谁？关公像毕竟是一个建设工程，所以责任首先自然在于建设方。有关报道表示，相关建设单位在起初交给本地住建部及规划部的申请里，内容写明是建造圣像基座，结果没想到最后出了一个没有任何报批、任何许可手续的超大型关公雕像。建设方就找解释说，这个雕像是一个艺术品，不需要获得审批，这简直就是无视规章管理制度，不论是对于自己还是对于城市都非常的不负责任。再就是有很大一部分责任在于该地区有关监管部门，毕竟是建设这么大一座雕像，而且也不是一气呵成的飞快建好，作为违章建筑怎么可能入他们的法眼呢？从2014年建造至今，即使相关部门有发函要求其整改的行为，但后方建设方提出复函后就没有再多追究了。在审批都没有的条件下，这座雕像整整建了2年的时间，部门的工作人员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就连开门营业也没有马上对其做出制止和整理。按照湖北荆州市自然资源以及规划局副局长的说法，他们表示大型雕像的一些报批程序认知太少，当时只想尽快建好这座雕像，于是才被迫吸取了最后被整治的教训。总的来说，多个部门和建设方都有责任，做出决策的一方也是目光不太高远的，这样的巨型浪费属实是悲剧，你从中体会到什么了呢？